这个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我们很多新的客户呢来看我们的产品，这个款式呢在中国大陆现在是非常受欢迎，它这个颜色方面呢，这个配色方面呢是非常的高雅，所以呢他们的大部分人都蛮喜欢这个款式。我们非常的荣幸，就是那个Oro Bianco 这个品牌呢，在中国大陆呢受了很多的欢迎。在百货公司里面的管理层还有那个消费层，我们很成功的在今年呢会开5家 Oro Bianco 的专卖店，3家在上海，1家在北京，另外1家在杭州大厦。现在中国大陆的那些女士呢，她们都非常的喜欢是一些比较轻的，还是颜色方面呢还有那个款式方面呢是比较潮流的，他们是非常受欢迎。我是觉得最重要这个款式受欢迎是它那个皮种，还有它颜色，还有这个手感，它的是特别的轻啊，所以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好，所以呢这个产品呢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今天我是非常的高兴能够到那个 Oro Bianco 的 showroom 看到那么好的产品，我们希望跟 Oro Bianco 这合作了继续下去，把 Oro Bianco 在中国大陆会有非常好的成绩，谢谢各位。